说这一颗吃一颗可以多吃你的命。它里面还是白的嘛。哦、是这样啊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知识非常。对，我小说里面也是黑的。老师要记一点讲。可是蛋壳不是蛋白质。蛋壳应该算是。为什么它这里的壳会变这么黑啊？我们的温泉蛋有没有这么黑啊？你去地狱谷煮蛋，煮起来是白色的，为什么它这里变黑色的？因为这品种不一样吗？因为就是 made in Japan。这个盐巴哈，这盐巴哈吃多了哈会少吃七年的命，因为嫌强。我动太多。哦，他说盐硬长寿嘛哈。就是用，是用在这个黑蛋上面的。我会念骷髅汤马口。汤马口，骷髅，黑。好。好，这蛋是白的。